香干回锅肉。配上这个回锅肉，好吃。每一包豆浆密封保存，一包里面有4块。湖南原产地给你发货，这个豆香味很浓，很好吃。很多时候朋友说不会炒，你看我自己的那个视频，切稍微厚一点，用水焯一下，大火快炒，放点五花肉炒一下，可香了，我跟你讲。现做现发的。配大米饭真的是绝了。满分10分，这个香干我就可以给它9.5分。拜拜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红烧鱼肥油，还有这个虎皮辣椒。先来一块鱼肥油。这个我用油煎了一下，没有这么肥。建议大家拍4斤会更划算一些。
满足。拜拜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吃红烧猪蹄，先来块猪蹄。刚出锅，老香了。配上这个香干炒韭菜，太幸福了。这个香干无论你炒回锅肉或像我这种炒韭菜都好好吃啊。非常嫩，湖南原产地发货的，配料的话呢就是黄豆水、食用盐、酱油跟石膏，没有防腐剂的，老香了。相信小果，去拍吧，真的好好吃。